你说，我真的不敢看。小白兔长得那么大，很多网友应该就是看这一集很不爽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对不对？你的胸部就是一个富士山，你知道吗？喝水。这个是南北半球，快全球了。没有环球小姐，救护车摇轮。今天很开心来到川汤春天，对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一年四季其实都很适合来泡温泉，对的。尤其像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冷，而且你知道春天就是要泡个温泉，要所以暖和起来，一整年都暖暖的。对，重点这里的这个泡温泉很舒服，适合一家大小的，而且它的泉质有很多，譬如说有哪些呢？有刚刚看到有粉红色的、紫色的、绿色的，有这个薰衣草的，有牛奶的，有玫瑰花的，各式各样的，各式各样的疗效。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里的温泉很好，是啊，它都是会用精油，然后大量精油放到温泉池里，跟温泉做的融合，所以当你泡的时候，你的肌肤就充满香香的精油香。而且不单有这些呢，它后面还有 SPA 区，让你的这个筋骨呢可以得到一个舒缓，得到一个舒服，也很适合。而且旁边我看到还有小朋友的专门溜滑梯区，哎，对，是玩乐区。而且那一区不要看它以为是冷水哦，没有，它也是温泉。对，这里整区都是温泉，是不是太棒了？太棒了！好，等一下那边有个关卡。好，哎，等一下讲一讲，可以先蹲一下吗？我们先来舒服一下。有阳光，泡个温泉。哇哦！哇！你要站后面一点，站后面一点，我帮你做 SPA。
么水果？好，草莓、凤梨、好，苹果、水蜜桃、水蜜桃。错了。第二题，请问九宫格的中间是什么水果？杨桃、樱桃。好，答错。下一题。好冷。请说出里面有的五种水果。草莓、凤梨、西瓜、杨桃、哈密瓜。好，应该。好，恭喜得到一分。这阶段你第一名。恭喜林莎第一名。林莎第一，我们两个获得第二名，各得两朵花。不敢看。干嘛？林莎，我真的不敢看。小马叔，长得那么大，很多网友应该就是看这一集很不爽。哎，可以耶，对不对？你的胸部就是一个富士山，你知道吗？林莎，你干嘛用卫生纸？我要帮你准备。啊，对的，对的。哎，这边不够吧？啊，我出来没那么多了，其实一张就够了。一张就够了。这样怎么了？这样怎么了？没有了，我们现在要做开箱 DIY 的开箱。哦，这个是中秋节的礼物，限定版，限定版的。台南他们是第一个开的披萨店，而且呢，今年哦，他们是投票是炸鸡嘛？对，台南的炸鸡第一名，第一名。所以他们推出了一个冷冻宅配的礼盒，对，好可爱，它有一个炸鸡耶，鸡腿、鸡翅、小鸡翅，然后鸡块，然后披萨，这是芝麻花生。莓果棉花糖，啊，甜的，甜的，那是甜的披萨。那我先打开披萨。好，来喽！哇！哦！嗨！好香哦！哇！哇！我有看出来吗？真的？脆到不行哎！哇！这个很像他们这里直接炸出来的那个感觉耶，皮薄很酥脆。我想起来，你其实还蛮会吃的。对啊，我很会吃啊。哎，而且怎么不会胖？而且你爬越对的地方。对，长在对的地方。哎，真的，哎，我真的，我看到你的鞋阵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就不敢干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不是啊，你的身体是。哪有？太夸张了啦！不是，你的胸部就是一个富士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看你那个，那个，好像就是一条像这种是折在这里，啊？就好像那个很猛哎，嗯，你拍的时候真的没穿哦，真的没穿，对，哎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去玩水吗？要吗？要不要玩水？呀、yeah. ，我没有带泳装。啊，又流口水。怎样？它上面有花生颗粒耶。这个。一粒一粒的真实的花生在上面，而且马吉就是很 Q， 它里面是那种有口感的花生硬颗粒，又有马吉 QQ 的感觉，上面还有加棉花糖。哦，好吃耶。给家人干过几个男朋友？两个。哎，你的嘴巴有鸡汁，还有别的地方需要吗？哎，没有，不用，我自己。我爸这个是太啊，林莎真的太会了，我爸爸。已经现在吃饱了吗？嗯。等一下，我带你出去玩。出去玩？去哪里玩？饭店。我先走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用误会。哎，我们才第一次约会耶，这样好吗？好啊。哦，你都是这样子是不是？哎，饭店可以玩很多东西啊，不用误会哦。可以玩什么？嗯，身体会湿湿的。哦，身体会湿湿湿湿湿的，我会让你湿湿的。来来，请进请进。这个就是我家。这是你家？没有，这是跟我就住这里，跟我家很像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是就是养室的嘛。那边有还有榻榻米，榻榻米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房间超棒，我几乎来台南都是这，都是住这边。然后我想要介绍一下，虽然这件事情一直想讲，找不到机会讲，什么事？我儿子。哇，怎么会突然 ？I love daddy。哇。
而且如果你不喜欢男生的话，他还可以当女生吗？可爱吗？不可爱。不要这样！妈妈，妈妈，我喊你！不行，妈妈，不行！妈，不行！马路掉了！我跟你讲，放到马路掉了以外了。等一下有吃的，有吃的，而且很厉害，很高级。真的吗？在哪里吃？房间。你怎么什么都喜欢在房间？哦，吃饱之后就吃你了。那也不要吃太饱了。妈妈好可怕，妈妈很值得你知道吗？哎，多多，妈妈，你看他的浴室，还有浴室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你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忘记你好厉害，没有啦，你看我很用心嘛，哎，你很用心，因为通常浴缸啊，就是只一个两个人没办法泡，但这个是双人浴缸，跟你讲，我们是夜会啊。这样子是我们就是可以加强我们的感情，嗯，一起泡澡还不错哦。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？不敢看，不敢看他。干嘛？干嘛？你说，我真的不敢看。你怎么说长得那么大的？真的吗？有吗？没有，一直都一样。哈哈。他在水底偷看。他在水里。他的脸。在这儿，你们那两个球就直接看得到，不是偷看，他叫我看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冷静冷静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你这边是四楼吧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游泳，我第一次下水。哎，就你们可以请两个人面对面。我会紧张吧。手勾着对方的脖子，凝视一分钟。一分钟好久哦，一分钟我做不到。哎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里？我拍不到你了，我不知道看哪里，我真的不知道看哪里。那你看着对方的脸交换看。不是啊，谁不想看？我是真的没有看过比他好的身材，一这样子，他身高，还有他的体脂肪，还有肌肉量，还有那个他的骨架来说，他已经是完美身材。还是他背我，你背我。我背他，我背不动你啦。可以了，水底力可以，试试看。水真的假的啦？因为我背他，我怕这网友来杀我。很多网友应该就是看这一集很不爽。哎，可以耶，对不对？可以耶，为什么？他是什么方面的？是什么画面？羡慕了吧，羡慕了吧，你们要加油。我刚刚你知道我很小心，我怕听到你，我会真的是这样。有啊，有弄到。没那么脏，其实没那么脏。这个是什么画面啊？我真的好害羞。哎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真的很害羞。哎，不然你们勾着看对方十秒就好，好不好？十秒可以。十秒。来。好。十秒哦。来喽。准备背哦。来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哦，我真的已经很努力、很努力、认真的看他了，就是一直觉得很出戏，很好笑这样。哎，但是真的说这边好舒服哦。对，真的。那个水温啊。对，很温暖。其实水温是蛮高的。水，因为有太阳啊。哦。但是没有你温暖。刚刚林莎讲，如果他愿意继续跟我约会，或是留下来的话，他在房间里面在等我，而且洗好澡。你到底觉得你配不配得上他？很配，配，真的很配。林莎，等一下，他在洗澡 ，I'm together， 大家刚好，一二三，林莎。
阳温泉季。哇，泡温泉了。要泡温泉就来瑞穗泡温泉。没错。尤其这里的温泉呢，跟很多地方是不一样。它特别的地方知道在哪里吗？它这个温泉的泉质啊，是碳酸盐泉。对。对，就是里面呢有一些铁质的部分，所以它上面会有一点像那种温泉花，然后有点生锈的这种感觉。对，它里面含有很多铁质。没错。这种汤种呢是非常难得的汤种。对，它又称黄金汤。对，在日本来讲的话，已经算是三大温泉其中之一了。哦，而且这里听说是全台唯一一个。全台唯一一个。对。而且峰哥，听说你昨天就是有进去里面泡，它里面好像有蛮多种不同的汤池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这里基本上呢算是一个水乐园。哦。它是很多有游泳池，对，然后有滑水道，然后还有很多每一池有每一池的特色温泉，因为我泡过世界各地的温泉，我觉得瑞穗这里的黄金温泉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我前一天就来泡了，泡完之后我的整个皮肤是滚溜的，对，真的很滑哎。你有泡吗？有，我有泡。我觉得你很冷，我觉得你要泡一下。这一块很棒的，对，它还可以做 SPA， 你可以稍微做一下 SPA， 对，舒服吗？舒服。说我们等一下要进行小游戏耶。小游戏啊？我们不能单纯就泡个汤来这里放松吗？为什么？有游戏。抢年终。哦，抢年终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来抢年终。我们要抢奖金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抢奖金。而且这次我们要 PK 的对象不得了了。对，制作单位。没错，想抢年终可没这么容易，而比赛地点就选在饭店内的金色水乐园，这里可是全台湾首座以黄金温泉汤为主题的水乐园，从室内到室外共有108池可以泡汤玩水，是不是超赞的呢？那么关卡来了，两人合力猜拳挑战关主，需2次连续猜赢5位关主才算过关，猜输了就得接受泼水惩罚，限时5分钟。那么比赛开始，要过5关了，我们要轮流，好不好？林莎先，预备 ，Go！ 剪刀石头布，摇头布，摇头布，耶！剪刀石头布，摇头布，泼水！好，再快我换我来啊！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赢你，剪刀石头布布，哎呀，好会猜呀！哎呀，换你，剪刀布，赢了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过，剪刀石头布。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剪刀石头布，哎呀！哇！剪刀石头布，啊！我是你粉丝。剪刀石头布，他们好厉害哦！我们布，剪刀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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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呀，这一关很难过。很难哎，这关很难，石头布，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，石头布，石头布。哎，妈妈了，妈妈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要2次，要2次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你怎么换拳？你都换拳？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哇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来来来，来换你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哇！好难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赢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他会变拳的。躲不了这一关的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来睡。他这一关很硬，这一关很硬。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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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会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都是他。剪刀石头布，啊！快快快，快点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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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。啊！厉害厉害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！哥哥加油！麻烦你。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来。啊！都会没有办法上吗？剪刀石头布，赢！剪刀石头布，哎，变拳！没有，再换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赢了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
在抽奖区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一人两个，一人两个，来，你先抽两个。好，我们开开心的抽。好啊，好啊。欸、我跟你讲，妈妈来，妈妈，我的，你抽到三千就你就拿走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一个，抽一个。好，你要哪一个？急，打开。没有急吗？有啦有啦。妈妈，打扣。五十块。好，来五十块。就可以坐车回花莲，我的算给你，抽到三千哦，有三千分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好选一个，有吗？啊，有哎，哇，一百块，来两个你的，东哥，我们两个一人抽一个，好，好，你来，我先来，三千啊，三千，一百块，好，东哥靠你了，三千到底在哪里？三千在哪里呀？谁？啊，没有，怎么办？感觉是硬币。我怀疑里面没有三千。三千在哪里？啊，玩的。这个。啊，在这里了。来到川汤春天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呢一年四季其实都很适合来泡温泉，对的，尤其像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冷，而且你知道春天就是要泡个温泉，要所以暖和起来，一整年都暖暖的。对，重点这里的这个泡温泉很舒服，适合一家大小的，而且它的泉质有很多，譬如说有哪些呢？有刚刚看到有粉红色的、紫色的、绿色的，有这个薰衣草的，有牛奶的，有玫瑰花的，玫瑰花的，各式各样的，各式各样的疗效。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里的温泉很好，是啊，它都是会用精油，然后大量精油放到温泉池里，跟温泉做的融合，所以当你泡的时候，你的肌肤就充满香香的精油香。而且不单有这些呢，它后面还有 SPA 区，让你的那个筋骨呢可以得到一个舒缓，得到一个舒服，也很适合。而且旁边我看到还有小朋友的专门溜滑梯区，哎，对，是玩乐区。而且那一区不要看它以为是冷水哦，没有，它也是温泉。对，这里整区都是温泉，是不是太棒了？太棒了。好，等一下那边有个关卡。好，哎，等一下讲一讲，可以先蹲一下吗？我们先来舒服一下，有个风，泡个温泉。哇哦！你要站后面一点，站后面一点，我帮你做 SPA。是南北半块全球哦，没有环球小姐地位写真女星出场，就是你，只要只要，只要只要，哇塞，就是你，拿着一个照片，老师好，你可以回来了。
哎，你蛮有研究。大家好，这是你的第几本啊？这是我刚拍完第三本写真集。第三本了。对，第三本写真。哎，那这一次有没有跟过去不一样呢？有，因为其实我在拍这一本写真书的时候，刚好遇到疫情，我本来是五月中要拍，然后刚好所有东西都策划好了，场景都租好了、找好了，然后服装也都弄好了，但刚好我要拍那日期就是三级警戒的那一周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？那就先延后一周再看看好了，但一直就没有好转这样。没有没有看到，我最欣赏他的反而不是你们这么肤浅的一个躯壳，我欣赏他的是他的 talking， 哎，很大方落落，这台南的女孩子很棒，而且她的笑容，跟她聊天，跟她笑容，她这个整个唇形来讲啊，算是几近完美。哎呦，唇形很重要。而且林珊最厉害是，我觉得她是连女生都喜欢的那一种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哇，那很开心啊。所以你还没看到写真集，你会恨死她。哎呀，想把你掐死。又爱又恨，你是这个写真集未公开的独家内页，但是在我们看之前，先跟大家做一个下一个注笔，好不好？大家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一个？有没有王座沙发？冠军魏连哲宝座。哎，我先帮你们预热。温情，谢谢预热。好的，舒服。哎，够了，够了。坐起来怎么样？有资格。够了，坐到那一边。够了，冷宫了椅子。你可以坐到那一边，但是一个要比一个好。如果有人比你更厉害的话，我们就卧下去。可以，你们三位就是评判了。是，没问题。把它牵起来哈，牵起来就对了。来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林莎未公开的内页。一、二、三，戴眼镜哦，冰淇淋，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小号的衣服？因为这样比较有引人遐想。对，真的有点太小，太小件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会这样子穿，如果拍写真，流行这样穿了。就应该说他这样可以看起来，就是因为男生不是喜欢看什么南半球什么的吗？对，就是要买这种你这个是南北半快全球了，没有环球小姐，没有。个人有一个小问题哦，就因为林莎她也不太避讳，我们为什么要站着录？对对，坐坐，因为你是在看，我们怎么录着录着站起来？难道你坐下来会颠丢吗？来，我也不太感觉不太避讳自己的交友状况。哎，交友状况怎么说？比如说，我好像有人请吃饭，比较友好的，友好的一些友好的啊什么。反正还没结婚嘛，都可以多看看，多尝试，稍微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，多认识。OK， 多尝试一下。来，提出评论。来，根据照片还要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就是男生一定会中的居家女友风。这张很厉害。因为它就冰箱打开嘛，然后很清凉，然后感觉就是我真的会让人家觉得是惊为天人老师哦，可以厉害。这个最猛的是东西没有吃好，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，要吃不吃的，然后最后那个冰箱，我一直很好奇冰箱是什么品牌的。冰箱？对，因为你的冰箱看起来很大呢。那个是摄影棚的。那个摄影棚哦，说随便的。东西要吃不吃？我们今天在聊写真集，你在聊背景。你肚子有多饿？刚好要搬家。我是一个爸爸的样子，有家室啊，只能看家电的，只看前景。他这一段是演给他老婆看的。对，祖先。你在拍摄过程里面呢，有遇到偷拍客啊？这个是对，可是那个是之前我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有偷拍的人，他不是拿手机偷拍，他是把他的 GoPro 就绑在鞋子上面，哎呦哇，然后直接绑在鞋上哦，然后这么明显，太会绑了，我跟你讲不完全不明显，因为他的鞋子黑色那种，有点类似马丁靴，然后马丁靴很大一个，你也不会看得出上面有一个黑色的 GoPro。傻妹，你会不会想太多？跟搞不好人家脚残障，那穿皮鞋。误认成多破了，他站这样，三七三七，对啊，我好像这样弄到你裙子，对，站这样还好，这样太夸张了，对，会不会他就是个瑜伽？对，怎么样？林莎，会不会是个瑜伽老师？怪怪的，对不对？站这样是还好，如果他站这样子的话，喂，比较奇怪，这有什么好看？叫他买一本就好了。他们就享受那个偷拍的过程啊。哦，对啊，有些人是这样。哎，对啊，奇怪，漂亮，窃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少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偷不如偷拍，感觉欲望啊。好，这一位应该就是可以先坐上我们的第一位了。好，14名。